这个账号花多少？我买来之后应该花了有，买来之后应该有花了300,000以上啊。但这个账号在我买之前的累计花费是1500万。我们回归到最初的感动，卡因零五，回归到原本当初我创的盟，妈祖叫我玩天二 M， 这个盟以前是我的，不过现在已经转让给别人了，这个盟现在是火山有点暖，不过这个盟当初最初是我创的，三中一，有，抽这个是收魂，这个东西是也是一个系统。叫收魂系统，哦，这个东西叫收魂系统，也是可以强化机体的一个东西，然后它可以这样子点上去，先抽娃娃，不要卡池，命中一，冲型抗性，哇，香香，每天早上都会开吗？看体力，最近有点累。但我今天晚上就没开啊，太累了。我今天睡死啊，来不及开台啊。我是被秦九打电话叫起来的、啊。二燕跟礼包就好了，不用花其他东西，没错。礼包就已经很香了。而礼包也不一定每个礼包要跟哦，你可以等到有过年啊，或者是像圣诞节这种高 CP 值的再买。其他的每周礼包不一定要全跟。然后你迟早都会直接。你看，又抽到一红，有够好抽。今天讲话好快，可能我睡饱了。好，娃娃抽完，再来抽变身。其实46等，抽后面我还是搞收藏。我建议跟礼包，然后把一些便宜的收藏弄一弄。防御怎么撑到那么高？二 N 的话就是机体啊，变身娃娃，收藏。二样花大概花多少？你说2M 嘛？2M 加起来哈，累积花费应该是这个账号啦，因为是用买的，所以你要断定他这个账号花多少。我买来之后应该花了有，买来之后应该有花了300,000以上啦。但这个账号在我买之前的累积花费是1500万。所以你要问我花多少，我大概加账号大概花100多，这个账号，但我之前那只一手自己的一手账号花了200多，都卖掉卖很便宜，卖20万而已吧。好，再来就是紫色的哦，这个就是可以直接抽出紫卡的东西，来，院长发通缉令，我知道什么通缉令，我不知道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这支账号的蓝卡，已经快满了哦，差3张就全满了，所以我这支账号的卡池是非常非常的深的。我如果补到其中一张，都是补烂，每一张都补烂，有没有？任何一张都补烂。为什么卖20万啊？换这个账号，换这个更强的啊，所以卖掉啊。礼包全跟一个月花多少？一个哦，中了，中红卡，哇，差一只减免二。这个天二礼包全跟的话，一个月大概10万以内打死。哇，四金刀，10万赚以内打死。如果礼包全跟的话，哇，4张全来。OK， 红色。几次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1张合成。直接全开吧，好不好？一张，全开，再来，全开。其实有点黑啊，有点黑，但是没关系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张而已。6张哦，一发入魂好不好？一发入魂，走！干，没有，
点加清。一个四件的机会。二 N 新手哦，买账号比较快。干两个，过一件吧，过一件吧，爸爸，注意啦，过了，会不会出什么祝福商城衬衫？两件呢，沙小，还是来炼金吧。但我要把沙哈之风洗出来。哦，哟，哇！拜托拜托，金的或蓝的，金的或蓝的，有了，有了，毒爆裂，再加大秘密头盔，来了，各位观众，准备了，这是我要的。完美哦，金光，好、哦，二阶紫技毒爆裂，我想要的头盔，大秘仪头盔，一点，你看，这个下去这个就没了，拜托拜托，金光几率比较高啊，二跟三，二跟三。音乐开到最大声，吹蕊，小布辛苦大家。5F 看一下会不会上去马上下来，会不会有人看台来打我，哎呦，有一个 Kobe 老爸挂在那里，我们先打，哎呦，哎，这怪也太晕了吧，一来就晕，哇，经验值177万，哇，好痛好痛！欸，但是挂不太住，欸，感觉喝水喝不太回来。欸，这是什么烙印的效果吗？不能喝水，这里真的挂不住，这个要死挂是真挂不住，太痛了。靠腰嘞，有够痛的。靠背啊！这个是江东小霸王。现在已经开放3月23号改版新职业事前预约，大家记得去预约哦。改版之后还会有新职业奴工一周年 TJ 特别优惠券跟奖励，可以多多了解哦。